环球科技大厦今日伫大礼堂举办创校21周年的庆祝大会，活动首先由杰出的学生展现各种的学术才艺。校长柯世强随后国家信息研究院以及华山基金会等社会团体进行一项签约的仪式，启动环球实现暨江大厦的目标。那今天是我们环球另外一个20周年的开始，所以也是我们定位环球校庆10月12号。也是我们正式 定位，今天也是环球的志工日。那在未来的20年，我们希望从志工开始，发扬志工的精神，关怀社会。环球20年来为专科发展成科技大学，校长柯世强表示，未来他希望可以创造更大的梦想。环球从一路走来，在过去的20年，从专科学校到技术学院到科技大学，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环球的阶段性的使命，我们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创造了希望，那未来我们要在有希望的地方创造更伟大的梦想。环球科技大厦定定志工之后，希望这次成为一间环境水、人情水以及生命水的美丽校园。环球的校园环境美，环球的这个师生那都有一份热情，我们有很好的人情。这个如果说来到环球，我们都希望让大家宾至如归，那这是我们人情美。那另外，我们也强调生命教育，热爱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关怀别人的生命，那这是生命美，所以这三项，当然环球还不是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去创造，未来更美好的一个环境。环球科技大厦今后5年每年都会安排一项主题，陆续甲地方的社会团体合作，推动各种的志工活动。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